哇靠，我操，装多了，船开半路，这个鱼竿都埋了，先用嘛，先用嘛。我现在这个身体，我们开到旁边螺丝架，说是打的你这个，把你体系拉那边往你拉，绳子拉断了，杆子拉断了。这还是最怕就是船出现故障，这个还是小问题，这个临时的小问题，没问题，修修补补。有一年啊，可以了，来出发，弟兄，走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个小妹，兄弟们，你看今天都在水哥，你看在山路外面一个水哥底下全部都是大石头遮住了，是吧？长期的最佳之所，笔架坑，笔架坑是吧？一个笔架一样。对，这个三个沙中间的一个小缝隙，知道吗？希望能够渔获多多，阿木，盘他。是吧？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快！这里面一窝螺，发现宝藏了。哇，这里面一窝，你看都是那种倒立螺啊！赶紧，赶紧挖出来，挖出来。都是那道理的，这种螺挺很好吃的。赶紧啊，阿伯赶紧看一下水哥水干了没有，可以抓鱼了。哎呦呦呦，差点掉进去！哇，他妈这挖的太紧了，这一窝十几二十个有。有啊，这一排上面都是。我这边也搞了一窝。啊，是吧？我看，就一个缝里面就搞这么多了，这个好吃吧？对，可以。这个肉多多。高点，阿伯买酒啊！阿伯买酒，阿伯酒王啊！来，入库入库。你看里面？嗯。过来。看，好，鱼到，哇！这里面都是鱼窝，鱼到。我靠！咋样了？哎！哇！你说，我靠！咋样了？猛鱼猛鱼的哟，猛鱼啊！这哪猛鱼都拿了，哎哎，我的肉，我这个的。阿伯哦，你弄，哎，这哪跑了？来，上，哇，可以，来，你看，这边你看，哇，阿弟你干嘛？来，哎，你弄，抓到这了。阿弟呢？抓鱼呢？哎，你弄，哎，按住了，哎呀，你弄。按住了，来了，死掉！哇靠！哎，来了，三条鱼。来，你看，这边一个抢的。哎，来了，三条鱼。来一个。啊，丢蛋！你们干那么丢瓜的？还是爱蛋的。现在你很多鱼在打花吧？哎呦，十几公里干嘛？我靠，这么大的十几公里干嘛？这么大的红彪彪啊，抓呀，我靠！上来，哎，来了，对，来了，来一条一条来，终于来了。哎，咱跑哪里去了？哎，我再按着它了，来了。我要拍下。哎，看吧，阿星啊。哇，这么大的红尾鳖吧！来个捉那个味道。哎，李总。喂。哎，来了吧。耶，来了。哇，其实鱼贵不贵不重要，重要是抓鱼那个感觉，兄弟们。抓鱼那个感觉，打花的声音听一下，哇哈，整个人就精神起来了。看到肯定啊，你看吧。没有，看到一条螃蟹跑了。喂，咋样？咋的？咋样？我干的了。死不了。这好。咬死。哎呀呀呦！哇靠，这个蝎子太薄了，也把它咬进去了。哇，这个小蝎子，小蝎子很多。差不多可以了，不要抽太干了。小蝎子吃，小的蝎子很多。关了。哦，阿姨这边忙鱼。哦，来了。啊，这边有来。哼。啊，哇，啊，可以了。
他们捡漏完了，来，十几个很多，小的这一个很多吧，很多吧，我靠，下竿你干嘛？这边你看，哎，李路，哎，李路吧，黑钓，黑钓哇，黑钓，来吧，哇，李路，哎，哎，哇，来了吧，哇，哇，上，来了，来了，哇，哎，这个石头底下那个，你看，捡大一个，石头十几个很多。师傅找一下，来练练师傅。看看，给他一个十几公啊！我这一圈一圈啊！给他看，哎，给他来这边啊！哦，来，来，来啊！阿伯来吧！啊，有啊！喂，按住按住了，哇哈！来了吧？来了啊！可以吧？露蟹露蟹！来了，兄弟们！晚上又可以吃泡面。哇，又可以吃泡面了！现在阿弟最近泡面吃上瘾了。哎，泡面，哦，在这个师傅挺大的。哎呀，水果很多的，我看你看，阿嘎这个这个这么，再来一下，这边来找一下，这边角落，哎，哎，看到十几公里了好像，不是很大好像，还看到一个十几公里的，哎，哦，哎呦，把住，哎呦，哇嘿，光芒山，我靠，抓住了，哎哎，被咬了，可以吧？黑龙啊哈，咋黑龙可以吧？哎，我接的人我有劲，哎哎。可以吧？哎，差点没，我拿一个，让没干吗？来，我看不到了。这位老哥说，高级酒店，高级酒店才有的货，兄弟们，这个一定一百多，高级食材，高级食材。那我那个给你的，对呀。找一下有没有？没有，我们就差不多看收获了，剩下的给，剩下给另一个他们。来，兄弟们，来看收获来了，来，耶！哎，兄弟们，哇靠，你看。今天这个哇大鲈鱼，哇大黄鱼，我靠，大黄鱼，我靠，还有这个，你看，黑钓虎啊，龙胆鱼，还有这个八爪鱼，哇，今天那个八爪鱼啊，老早就跑出来了，哇，赶着要去给我下泡面，被太阳给晒死掉了，那差不多了，哇，今天这个收获还可以哈，情绪也可以，搞了一只，跟八爪鱼一起煮泡面，可以煮泡面了，来兄弟们，来回家了，喂，走你，拜拜，走了吗？好了好了，哎，搞点水进去，可以搞点水进去，哇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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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